顾问，欢迎大家来参加113学年度家长委员会会长连任暨委员顾问受证参会典礼开始。首先，我们请张景哲校长为我们介绍长官来宾。好，来，各位长官贵宾，大家晚安。今天人家很多哈，真的很感谢大家哈，这么晚上特别拨空过来，那我就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另一的几位贵宾，来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今天晚上的主人翁，我们的连任的李冠民李会长，还有我们的会长夫人，我们会长夫人很多人不认识啊，大家这边呢。谢谢。再来，我们校会的理事长张维敦张理事长，大家好，大家好。来，那个我们代表我们县长张立山县长，来出席的我们的何俊君何主任，主任好。我们办公室的主任纪要秘书也是我们的顾问张宇芳张秘书，秘书好。教育处的我们科长已经刚刚自己亲密同学科长已经先到场，我们是先离开，来他的老公我们的好朋友来张元木江顾问，他也是我们医生老师的他。以前都会背，现在会上背了，开玩笑。再来，我们董六市民代表会，我们的代表严立企业代表，代表好。你刚招一招招来，到底下先去串门子了哈。好，我们董六市民代表会的代表，我们的赖马林的代表，代表好。代表，你们几位要坐前面嘛？你们坐到那边，我这一桌难怪空着。来，我们的陈方明先院的助理廖秉正廖助理。好，新工主委张世仪张主委，主委好。主持人教练黄雅勋黄教练，教练好。李明国中是助理谢校长，李明国的教务主任刘俊阳刘主任，主任好。好，我们振兴中学的林佳慧林校长，还没有到，等一下，还没到，等一下，快到，接你前面了，对，接我前面。来，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秘书，秘书好。好，我们的荣誉会长石恩平石会长，会长好。我们保专里的里长李芳美李里长，里长好。里长来坐前面都躲后面，难怪这一桌都坐不满。再来，宜宾国中的校会的理事长林荣兴林理事长，理事长好。从台北坐高铁赶回来的我们荣誉会长赖姿颖赖会长，大家好，特别赶过来。我们的家长会顾问，我们的林志强顾问，顾问好。张永峰张顾问，顾问好。也是从台中赶过来的我的好朋友的徐玉伟徐顾问，顾问好。是专门在卖乐器的，音乐上大街的啦。如果真的你需要乐器，你来全国方便准一点手续。来，再一次给我们立委，申请一下李顾员，你来这个李顾员啊。好，我们的家长会的顾问的林统建林顾问，顾问好。好，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张启宏张大哥张顾问，顾问好。没错，我们活动他们帮忙。给你们发薪了，我们就单纯的吃一顿，可是他就是坚持要啊。来，各位好朋友，让张大哥热烈的掌声。谢谢。我们隔壁的好邻居，常常教我的小朋友柚子的香氛的柚子达人，我们的李宝清李顾问。顾问好。我们家长会的顾问杨朝奇杨顾问。好，顾问好。家长会顾问张竹王张顾问，顾问好。我们的张景明张顾问，顾问好。好，我们的张水生，我们的吴主委，吴主委好。我们校长会顾问你们的张书涵张顾问，顾问好。我们想到退休之后再转来顾问的丁宏平丁老师丁顾问，顾问好。
公司好几年。哦，你看我们的感情多好，再给我们的那个掌声。好，我们把我们的校友会的顾问林朝聪林顾问，顾问好。我们两位的张长立张顾问，顾问好。还有我们学校的啊，噪音工程陈延宏陈顾问，顾问好。沈宝华沈顾问，谢谢。顾问好。家长委员会的副会长柯玉伟柯副会长，谢谢。副会长好。也是连任哦，还有我们的家长会副会长，我们的周文如庄副会长，副会长好。好，在这里要隆重感谢我们两位副会长，一把连任，好来，再一次给他们两位最热烈的掌声哦，谢谢你们，谢谢。副会长还有我们常委赵常佑赵常委，常委好。我们的新的委员陈建林陈委员，陈委员好。好，我们的高家俊委员的夫人陈韵如陈委员，委员好。我们的朱信杰朱委员，委员好。还有我们的李国俊李委员，委员好。好，我们下午会的顾问杨汝常杨顾问，顾问好。顾问，李优希李顾问，顾问好。我们家长会常委陈顺成陈常委，常委好。我们的家长会的李东义李顾问，顾问好。魏家华魏顾问，顾问好。我们家的校友会的林三杰林顾问，顾问好。我们的顾问林家宏林顾问，顾问好。刚刚进场的是我们的最帮忙我们的陈昌颖陈议员，议员好。还有我们的家长会的顾问张国贤张顾问，顾问好。好，家长会校友会的荣誉理事长林议员林理事长，理事长好。刚刚看到刚进场我们的林月章林议员，议员好。校友会的监事，我们的魏文义，魏监事，监事好。好，我们的好礼的公司负责人，也是我们的顾问张东义，张顾问，顾问好。在我们的上水茶叶的我们的张元安，张顾问，顾问好。我们桌子上的这一瓶那个什么，上水这一瓶那个冷泡茶，就是我们上水茶叶出品的啦。有咱张董举个手，好，谢谢。可以给他多再来。好，我们振兴国小的会长也是我们的顾问曾俊旺曾顾问，顾问好。好，我们的家长会的顾问欧伟成欧顾问，顾问好。不好意思哦，那我们就动作跑过来一点。我们是不是先邀请我们的会长上？
儿子上来。哎，陈永修，陈永修议员到啥？来，陈议员。议员好。来，我们是不是邀请陈议员一起来照个好、哦、照？我们再请大家自己好不好？来来来，我们回电光美好。合照一下，合照一下，我啦，我照一下，来来来。我们的张校长啊，这个顺利连任，大家的期待。我们的李冠敏李会长，啊，跟我外这里学长哦，啊，期待荣誉校友会的会长。啊，这位是老顾问啊，老顾问已经谢谢了哈。那这顾问顾问团，那这好朋友，还有我的议会的同事哦，陈永修代议员啊，陈光颖议员，还有代表市长，我们的女方基亚，啊，跟那个赖马莲代表，还有我们的啊严立奇代表哈，还有姐姐啊，那个老师啊，那这些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议员好。啊，那你那里张校长的带领之下啊，
张校长是一个教育家，啊，以教学经验丰富，所以他最后选择回到他最喜欢的啊宝山国小啊，这是正确的。那么感谢了哈，我那里会长啊，愿意来承担啊教育的这个重责大任，啊，有这多啊，那你这顾问愿意来支持了哈。其实我们现在的民意代表哦，都很重视啊，那这个教育，只要学校搞完够哎，几乎我们全部都会做得到。哦，你包括免费的、免费设施的这个部分啊，陈广修议员啊，陈方勇议员，还有我们代表这边，应该都全力的支持啊。你叫我来祝福啊，啊，那这个那里这个会长哎顺利连任，我那边做这个别干那里讨钱好进。啊，这里会长好像没有人跟你竞选，好像有点寂寞孤单啊。哎，总是我跟他讲，大家都很希望我们的会长能继续连任，不要想稳定做了之后，他都提供收就真高了。我那边贵也够了，我们的张东英顾问，还有我们的啊张文顾问，还有这一桌也都很会喝了哈。应该会长不会寂寞，在这边祝福校园昌隆，也祝福我们的家长委员会越来越棒。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议员。好，祝福。来，掌声欢迎我们的陈永修陈议员。议员好，还有我在正西国小的我们的家长委员哈，钟荣正。其实哦，那也好，就什么时候呢？因为哦，校长哦是多元化的教学人才，所以哦，是推崇的这一家就莫被对起啊。按张杰的校长哦，按李会长说，大家从所有的李监事团队，包括你们都说，因为张议员跟我们快点让嘞，让 DRPC 哈，让张宇芳 DRPC， 让嘞，让马明代表，然后让嘞。也一起改变，然后因为哦，后来民国中的谢校长，还有振兴中学的校长，还有我们林宏新理事长，还有郑俊旺来打电话也好，那自己国家稳定，然后因为收为贵宾，收为和平友，大家安，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参加咱宝山国小和咱的会长连任的典礼，不是交接，因为哦，无人爱竞选，就知影讲其实咱肯定非常认真啦。对哦，马上咱配合着咱的地方哦，咱收入咱的好地方，咱多元化的教学也是需要说哦，咱的家长会这边来支持啊，啊无家长会咱的好这边来做落来支持哦，其实咱做落好做侪人嘛，非常的会听头啦。所以哦，我想来议员哦。
好的内衣，我们赶快不是一直去一直在关心我们学校任何的需要的地方建设，关怀社会服务的地方，我除了外来收藏起来，然后尴尬别拍摄，连那广广电卫国湖南那里我建平哦，我全力的支持，啊连代表会哦，刚刚说你来做的让代表刚刚已经主席，还有一起代表哦，建平来跟我来弄嘞，受着哦，刚刚也应该我所有的教育的环境，啊我那个努力来吼嘛是继续努力打拼，啊这样嘛就祝我们哦今天的连任典礼可以圆满顺利成功，啊你们所有各位都可以心想事成，万事如意，谢谢。陈立元来给我们勉励，来掌声欢迎我们的陈立元。好，谢谢校长。好，那很多长官来宾哈，那就不一再次介绍了哈。然后其实很感谢我刚刚这个好哥哥也庭院长议员了哈。好，那还有我们刚刚没有介绍到我们云林县政府代表张一正县长的陈俊俊副主任哈。好，还有各位长官，吴班吴啊。吴啊。吴啊。好，王毅。各位大家。晚安，大家好。好，那很开心呢，能够再次来到我们的那个家常会长的一个连任成功的一个参会啊，代表我们的会长呢非常的认真非常优秀哈，那也是我们校长呢也非常认真非常优秀哈，因为在我们的实农教育上面呢哈，也很努力着在媒合啦哈。我记得校长前阵子才跟我说啊，那个计划要怎么写，我就说哈，那个董事长不缺钱，你就尽量哦用我们最公益的角度去撰写。好，那其实呢是校长很认真很用心的在为我们的学子来努力啦齁，那接下来的话如果有我需要我的地方呢，也请大家不吝指教，尽量给我一个服务的机会齁，包含其实接下来要为学校争取的除草剂的部分，帮你会继续来努力，大致上是没有问题齁，以上跟大家报告，也祝福大家平安顺心健康，谢谢。谢谢我们的陈立伟长官，来，刚才对不起啊，因为何主任坐在那边，我助理来，我们邀请到现场出席的何主任给我们，你来掌声欢迎我们的何主任。好，感谢啊，我的好朋友刘校长啦哈，啊，咱有在座三位议员，啊，咱校长，咱的李会长，恭喜你连任，啊，啊，副会长，啊，在座都咱
所谓庙是庙的主位，谢爷爷哦，谢爷爷哦，谢爷爷谢爷爷爷爷。阿哥咱正兴中学校长哦，阿哥咱林天林林国中我的阿姐哈，这个校长你好哦。啊，做所有咱在座咱各分团，阿哥咱上关心，咱现场上关心，所有咱的家长会委员，阿甲各分，阿上辛苦咱的各位老师啦哈。今天能够到家长会，就是我们老师的辛苦了啊，非常感谢啊！今天能够代表我们县长、高副县长来，等下副县长会过来了，阿爸我先讲讲，阿爸先跟你会，因为今天有三位哦，爱走，啊，所以讲我们阿副县长等下会来，他会有带任何联络，等下会过来，所以我才感谢各位哈。啊，这次我们在国营业务里面，我们宝山国小也有我们尽力出来人选来跟我们一起合作，啊，非常感谢啊，咱江老师啦，你带队很成功了哈。口齿非常的清晰，在我们顾问团里面的游览车上，大家战绩有加啊！哈、哦，来掌声多一点啊、哦！哎，战绩有加，顾问团啊，加顾问团，加顾问带着顾问团的车子啊，他战绩有加。还有我们的组长啊，有一个组长啊，今天好像没看到，有啊，一个戴口罩、口罩的哈，非常感谢了啊！好，别别哈，啊，非常感谢啊！这最简单，我就去评价哈，我就对我们所有的。活动内底，包括咱水务比内底，包括咱所有的健康方面对咱好，都非常关心，非常的照顾。尤其咱保定里、保定八号有出三位老兵人啦，第一就啥物啊？你知道无？副县长嘛，带咱保证啦，咱市长嘛带保证啦，哦，这就是咱保证的要的所在啦吼。非常感谢，啊，叫最后代表本地吼张立善，啊，叫咱今日的会长吼能够这个晚会能够圆满成功，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感谢各位。好，来，谢谢我们最高级我们的啊何主任啊，我盖是在江会长当的了哈。我们以前在石榴，我在石榴国小服务的时候，他是家长哈。来，掌声给我们何主任，再一次热烈的掌声。对啊，今天地球是圆的哈，有缘分真的就会走到哪里都到哪里哈。来，我们再补充介绍啊、几位顾问啊，我们蔡孟汉蔡顾问，来蔡孟汉蔡顾问，好，谢谢您。顾问长，我们的常委叶红姐叶常委，常委好，好，谢谢。好，那我们等一下哈，是不是邀请我们哦那个先敬赠我们那个一些纪念品要准备给你们。谢谢，来来来来，掌声欢迎我们到场的哦，谢淑雅、谢副县长、副县长好。副县长要不要直接就帮我们来帮我们，刚好一人支持完，您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哈、哦。来，最有我们的艺术气息跟哦文化气息，对不对？谢淑雅、谢副县长，来掌声鼓励。副县长好。谢谢，我们谢谢最认真的张校长带领的团队，鼓掌一下。谢谢我们的李会长、周会长、周副会长还有客户哈。另外我们的李会长哈，李会长，对，李会长。行，那现场的话有我们李玉章议员，还有我们的欢迎议员哈，并叫快点来修哈。我们的校友会维登，对，徐董，哇，谢谢，是，徐董，行，那现场的话，我们顾问团哈，我们的何团长，另外很多的顾问，那我们的老师最辛苦的老师，还有很多的好伙伴哈，那我们的荣誉会长，行，那今天领导真的很开心可以来参与我们这个盛会哦，那宝藏来讲的话，苏蕊议员也来到了现场，是鼓励一下，欢迎我们的赖苏蕊议员。我相信跟宝堂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校，尤其我们校长的话，景泽校长的话，也带来咱这收台好多，这对我们地方来讲哈，这景泽是咱的福气哈。那整个家长会这边的话，那是一个很棒，都几乎是出钱出力哦，对咱金阁来讲，还有透过我们很多议员来帮忙，我们整个教学环境哦，可以来改善。那另外呢，
家溜回来对哈，自己出来，我看那个囡仔哈，毕业生的话都很有口福哦。那另外来讲的话，包括奖学金啊、奖励金哦，过来打个 PB 赛，那在学业上面也是，尤其有关路是的这个孩子的话，真的打给侬自己出来，非常非常的感动。那另外我们学校的话，宝藏自己之前也常常去参加我们的一些实农教育，包括想要有点学了，我们又见西武的系列哦。哎，这已经变成是我们的特色招牌。那另外来讲的话，哇，那好好来对自己也有孝田呢，也有一亩田哦，用它来种什么呢？用它来种这有机的这些蔬果。我记得像我们云科大董老师的那个鸡舍，哎，那么是有来引进进来哈，所以那天毛起根呢，阿毛给人哦，所以整个校园来说的话，应该是非常有特色的田园的一个校园。那在整个学校的这个经营绩效，这次给来施舵奖哈，阿哥，今晚哥姐想盖新的热腾腾的是星云奖典范教师奖，马上要恭喜你哦，真的哦，典范哦。另外我们在推品的教育啊，这个是我们台湾唯一的啊云林县，所以呢，我们也得到我们这个品格教育哈，哎，算是一个特色的学校，非常非常不简单。所以呢，囡仔哈来到我们宝藏的话，不管在学业，不管在身心啊，或者是说我们的师农教育，也再恭喜哦，都得到最好最充分的一个栽培跟教育。那在这里的话呢，请代表立山县长再次谢谢我们家长会哦，有大家来帮忙当一个桥梁，把我们整个教育的这个资源可以做得更好。那在这里我也跟大家来报告一下，我相信立山县长对我们教育的这个投资的话，从来都不手软。所以最近的这个智慧黑板，我相信这对我们整个教育啊、教学的品质啊，还有教师的增能，这个都是一个利多。再次谢谢大家，我们一起努力，谢谢。好，谢谢副县长，谢谢副县长，今天我们是赠送我们连会长连任的一个小纪念品哦，请那个会长，李会长这边来，一有问题，赠送我们校友会的来，校友会的拿上来，他们所以邀请我们校友会的历任的理事长一起上来，我们跟副县长一起送，还有苏仁义，来，然后几位议员一起再上来，谢谢，来，我们用。
谢谢吴县长。那我们是请那个苏磊议员留步。哎，来来来，那、啊、大家没关系啊，我们还是会让大家都有机会讲话。大家该吃的就吃了，不要客气。来，掌声欢迎我们的赖苏磊赖议员。哦，孙校长还有李部长，在座的各位贵宾啊，各位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啦，一并先称呼啦哈。大家晚安，大家好。好。首先恭喜我们李会长今天的连任了哈。我想我们家长委员会在我们学校里面是担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哈，来协助我们学校，让我们学校的学校各种方面的利益，还是孩子的教育上，发挥非常的大。我们跟我们的李会长跟他鼓掌一下，我辛苦了。还有我们所有的家长跟所有的成员。我们张校长带领我们所有老师，我们宝强国小虽然是小，但是学校真的在特色上都非常的棒哈。那、我不多说了哈，在这边要跟大家预告一个，在10月27号啊，救国团跟温馨关怀巡回会办的一场，为爱而走的一个圆游会。好、的，因为救国团是72年的一个党庆了哈，所以我们办这个活动为爱而走是什么？因为本来都会有一个摸彩活动，但是我们的摸彩是用广惠的哈，所以当天来走的同时啊，大家用100块、200块把这个捐出去呢，然后大家来广惠，哇，沙龟、细龟、广龟，然后大奖就可以带回家。那这些钱呢，我们要把它捐赠给弱势的团体啊哈，所以你在参加活动的同时呢，你也在做爱心啊哈，让这个善的循环可以这样子借由大家的力量把它扩散出去。所以10月27号礼拜天在某六棒球场7点半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哈，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啊哈，那也祝我们今天的活动圆满顺利成功，谢谢。
教会的财务长蔡志宏蔡财务长，财务长好。还有我们的教会的监事石国贤石监事，监事好。还有家长会的队友林浩宇顾问好。我们接下来会有几位哈、哦，几个单位要正致证我们那个会长的一个感谢，我应该是连任的最后的啦，因为那个感谢说先请那个。谢谢校长，请会长。
始让大家吃饭一下，好不好？先吃饭一下。
是这样的，冰清玉秀的啊，还有云林国中的林家宏会长、梁朝奇会长，哦，还有我们林头那个旁边包。这个弦啊，好六音，这个音怎么做的？好，不该回六，好六该回六。那第二个，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重点，张景哲校长得到星云教育奖，大家鼓励。啊，虽然星云教育奖是小小的一个奖项哈，但是我认为啊，张景哲校长应当得到总统教育奖才对，对不对？所有家长会的委员，还有前会长，还有所有的顾问，还有老师，各位贵宾，各位好朋友，大家好！哇，来参加宝藏国小啊家长会的会长连任的典礼，真的好温馨啊！因为我们校长做到这敦亲睦邻，我们各方面的主委啦、啊，哈，那些学校校长啊，哇，大家都来参加，真的是咱校长哈，平常就人人很好，老规有教，哦，然后敦亲睦邻，像咱隔壁的咱的挂文哦，又见花开，我讲这是学校隔壁正港的挂文，真正来教小朋友啊，拢敬。
一万个精彩哈！哇，真的很感谢马祖兵代表大家都参与在学校，让学校撸来撸后，而且校长哈很会争取一些活动，争取来补助学校，让小朋友很多福利都进出一万人堂哈。哇，你若无一个这么难进出的这些福利没办法进来，所以我都很由衷的感谢我们张景哲校长，真的很用心在教育上的用心，好，请大家都感谢。所以今天马宁在这边感谢校长，感谢会长，还有我们所有的委员顾问来支持学校，谢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祝学校永远都第一名，我们的这个真的是哦，连播点子有高点哦哈啊，还有这么好的校长，所以常常在得奖哦啊，里面那个如果学校什么需要的话，校长高医生我能做到的话，一定全力以赴配合学校、啊。然后今年的学生听说多了很多，大家掌声鼓励我们校长这么认真。对不起，还有我们那个李院长哈，还有副院长龙台那个都是好朋友哈，哈，连续连任金奖，播点录音，如何如何，阿亮宝，阿达来讲话也差，他有时间了到我那个服务处建新路162保贤宫的旁边而已哈，啊，有时间来红地，吃个冰，配冰阿亮宝，好，谢谢。前辈，对林内最有贡献的，我们的张景哲校长，还有在场的所有嘉伟这位嘉宾，大家晚安哈。那其实很高兴来参加宝堂国小的家长会的连任的宴席哦。其实真的，你要经营一个学校不容易，尤其碰到这么厉害的校长，就会产生更厉害的家长会长。因为双剑合一才能再造宝藏，应该这样讲的哈。那我们也祝福哈宝藏的未来，学生越来越多，不要太多了。
线，它的配包料跟后线。那我们后线有一句话叫做前线后线连成一线。啊，当然，起码我比较早哩饱尝的时阵哦，咱是饱尝的主厨。啊，起码毕业了，咱嘛是做社会嘛是饱尝的主厨。哦，所以起码就是咱在前线的哦，咱在饱尝的老师、家长会。这个是前线，欢校友会的后线，赶快的哈，家长会跟校友会跟学校老师，通通连成一线，通通汇聚成这一股很强健的一个力量，我们保障更好。那这会长哦，李会长先加一点力哦，他莫要去加好的哦，阿光在今麦个这时间哦，他莫是白的，阿伊做好领袖的，我都做好斗酒。啊，人因太太吼，啊，这点太太较水吼，体格较好，但是我太太我吼，我太太嘛无差啦，这点是啦，我啦稍微含糊的，就是等落来吼，哎呀，啊，不管怎么样吼，大家祝大家吼，今天大会圆满成功，大家继续为宝藏加油努力，谢谢。经理事长的一个启发之下，去年因为我们要争取孩子的社团的经费，经理事长带着我们去跟工业区的这些厂商啊、企业来寻求一些资源。那我一直觉得要自助人助，不是跟他们谈关头啦，我们自己也要想办法找一些资源啊，所以说才能够促成今年的这一个得奖的喜讯。来，掌声欢迎我们的张德如张理事长。会长好，那恭喜哈，我们宝藏在李会长的带领之下哈，那我们宝藏的这我们的教育能够蒸蒸上哈。那当然再次还要恭喜我们简直校长哈，能够得奖连连哈。那也今年看着我们宝藏国小母校这边的招生数又比去年又更成长哈，那我们当校友哈，真的也内心里面也会有那一份的感触哦，就看到母校能够蒸蒸上哈。那真的也是我们内心里面的充满的喜悦哈。那但未来我们校长如果有机会，我们当然是能够协助母校再继续来发展嘛。啊，比如校长们就是我们就是人家说一日宝藏，终日宝藏的校友哈。这里如果宝藏归校，我们宝藏母校有这个需求哈。那如果说跟工业区这边厂商有这个需求这个、我一定是很乐意来帮忙，能够帮大家在把这条线把它拉紧一点哈。我们是说，本来宝藏国小就是云科工的厂商的学区里面，所以跟云科工这边厂商就应该有更好的连结跟联系哈，那是应该是很正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发展是非常好的。那如果说有机会，那也愿意来贡献我们的一己之力再说最后祝福各位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拍摄，因为今天刚从新竹回来，所以比较晚到哈，拍摄。谢谢啊！那我们今天真的好，各位贵宾都是大老远回来的啊，大老远赶过来。那个
接下来是介绍一下我们的哦，咱靠门台子哈，咱山东咱设立者的顾问团的团长，来我们的何建立何团长，来，这个要请我们团长哦来给我们哦真的勉励一下，我们团长战力也很好了哈，不管是攻的战力或是酒的战力都很好哈。很荣幸的哈，今天来这里支持哈，恭喜我们李会长哈，对不对？我们借我们的我们的掌声哈，来感谢一下，感谢这一次，谢谢。啊，咱这家哈，咱都啊祝来那个身体健康啊，万事如意，谢谢。好，来谢谢，来谢谢我们的何总团长哈，来我们会长有拿威士忌在旁边整瓶的，我刚才以为是啤酒，原来是拢威士忌哦，在旁边哦，在左边哦，大家适量取用。好，再来。
家的茶叶啊，随时欢迎大家就喝茶。来，再一次热烈的掌声来谢谢我们的张元安张董，他夫人也是我们学校毕业的。好，来，请王兄。台北五中念书的那个孩子，来掌声欢迎我们的赖智霖赖会长。校长、各位贵宾，大家晚安，我是智霖。我的小孩子在校长刚进宝藏国小的第一年，刚好也是我新接会长的工作。那我的小孩跟我说，为什么校长不早点来？所以他不仅受大人欢迎，也受小孩的欢迎。校长，因为我自己也在特殊教育的这个领域工作，那他是我见过最热心，也是最对教育具有热忱的校长，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在义工，先把酒头就该渡掉了。有啦有啦。我自己也对教育有一种热忱啊，就是我觉得教育是可以帮助人翻身，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一辈子，或甚至一代两代的家人。我自己有这样的信念，所以我很支持做教育工作的人。那校长，我可以听，就是我讲完之后让人家上来讲，他不知道会怎么搞。对，我们要传流失，多讲的来，等一下再点的。对，我们要顺便注意问小金问题的。好，那所以呢，其实刚好知道有这个事件了，所以也顺便从台北下来。那我最近刚，我想要分享一下我个人，就是我刚环岛回来十天，回到台北这样子。我们的环岛是带着盲人，就是骑两协力车，那所以就一起坐着协力车这样从高雄回到这个高雄站，大概花了十一天，大概10个晚上。在这一路，因为我对台湾其实不是很熟，所以我想利用这个环岛，就是让对台湾自己更多一点认识。那我觉得台湾真的很漂亮，值得大家去环岛一圈，然后作为自己生命的养分。然后呢，最后我想要谢谢校长还有委屈他带领的团队，让我的广场越来越好，我们的学生越来越多。这个是少子化时代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为什么广场的学生会增加？真的是校长的魅力，还有老师们的用心，谢谢大家。那祝我们今天参与活动的人都平安健康，一切顺心，谢谢。
取一下，给他取一下。哦，好好，我再点这条头啊，我在这录影，现在这样。啊，这样。哎，在录，哎，你也是，就在录影嘛。哦。按点嘛。我给你按阿伟料的。阿伟料，我等下按这个就好。按这个就好。哦，好。录影会讲一下。哦。请会长及校长为我们一起拍照，跟顾问们一起拍合照，赞！好，谢谢各位顾问，大家一日保长，终身保护的啊！我们来保护了，你们保护我们，来来。接下来，请林朝忠顾问、林山田顾问、李芳美顾问、张锦麟顾问、沈宝华顾问、吴志强顾问及李坤熙顾问上台领取顾问证书。谢谢各位顾问。按下去，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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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台，请会长为我们颁发评书。来，好，今天我们难得哈，好，
照个相。我觉得一直这样按是可以的吧？不要动，不要动。
讲哦，安保长国小是云林国中的主场啊，我正来插回来。你刚才讲干嘛？对，我来插回来哦。那因为跟陈校长就是二十几年的好朋友，我们从林内，他在成功国小当校长，我那时候在林内当主任，他就非常的照顾啊。那所以他的场子，只要我播得出时间，我一定要来共襄盛举啊。那就不多说，总之祝福我们宝藏国小校园长荣所有的委员顾问身心健康，事业成功，家庭幸福美满。各位与会的贵宾，大家晚上大家好，好，
职工，那代表我们会长就是有特殊的才能，才有办法来连任成功哈，来继续协助台湾的发展。我想帮助我们校长推动相关的这样的项目，让我们小朋友在学校里面得到更好更棒的这样的照顾。那我想这几年来我们校长重做同步，再回到宝山国小，真的又有不一样的融景哈。所以只要他回到宝山国小，就让宝山国小有那种新的思路的展现。所以我们再跟校长鼓励一下啦，跟他肯定一下哈。MVP 哈，还请校长出来欢迎哈。那我们当然也因为校长的努力办校，然后我们家长会又这么支持哈，所以特别感谢我们的会长可以再这样连任成功哈。所以这功德无量哈，你酒就不要喝太多了哈。钱出多一点就好，酒不用喝这么多哈。开开玩笑啊。那听说校长得到新民奖了，一般校长得到新民奖，是不是应该再办一次哈？宴请大家哈，比我容易嘛，对不对？校长钱不够，我们有连任成功的会长，一定会支持到底。好，给个丢丢。你们就要公文，我们学过了，就要公文，总之要注意注意哦，开始。好了，开开玩笑啊，反正在宝山国小就是一见到人家感觉到很快乐、很幸福的，然后小朋友在宝山国小，家长会特别安心放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好的学校。所以谢谢校长，谢谢会长，谢谢一会的长官贵宾，所有的顾问，所有职工啊，都以宝山国小为荣，感谢各位，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立委哈，一直说我是小刀，小刀丁人了，小刀这个好定了哈。其实为了我们学校孩子都觉得校长的路子没什么了哈，该敢拜托你再拜托，让皮马那里听到是受到最好的教育环境跟设备啊。其实这个过程从我93年来，那时候我们厕所都还是一条沟的，那时候就是我们立委他。那时候当县议员的时候，帮我一直争取，然后一路走来，他到中央去，真的帮忙更多了。是不是借大家的双手，再谢谢一下我们的刘县长刘立伟，希望他这一次如果请大家不够，你再帮我争取一下机会，面子够没欠吗？你以后我都立马就来欠了，因为我都说这个。这些心灵教师，教育奖是心灵大师他的一个叫做公益基金会的一个赞助了啊。心灵大师他在生前他就写了很多书，然后写很多的一笔字书法，那很多人就把它买去收藏，他就用这样的一个版税啊一些义卖的组合成立一个心灵教育基金，公益所以说公益奖金起来嘛，现在投入公益啊。那也是要提你对不？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回馈我们回馈不是干嘛啦，其他的团体公益事业我都会持续让星云大师的大爱传承最大哈。所以说亲爱的，我跟好几本奖励你爱来啊，不是今年期末就是明年的会长连任，好不好？好，感谢大家，谢谢谢谢。
总是在担任乡长的时候，啊，他们就感受得到，哎，我们是一个，对于一个偏远的一个学校，一个县市，哦，我们比较属于农业大县，当然都更加需要，啊，更加需要哈，那个这些企业界的人士来帮忙跟协助。啊，当然，在我们景泽校长哈，真的也够积极、够努力的，啊，加上那个跟我交情很不好的那个丁清光校长。也当帮忙，那自己安尼吼，把囝新闻、把父亲吼，迄个感觉啦吼，启发啊他们的心象，启发啊他们的学习的态度，那。